韩婷，姐姐恭喜你啊，提前就完成了军令状。我以为你今天是来认错，而不是来恭喜我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和长河早就联手了吧？这种话你没有证据，可不敢乱说的。东医收购朱氏药械还在保密阶段时，长河就开始跟朱厚宇谈收购。能这么快掌握东医的动向，而且还知道报价，要说一定有个里应外合的人，那就是你了。你说，我要是把这些交给董事会，又或是爷爷，会怎么样？我真是高估了你的智商。公司内部斗争我不会计较，勾结竞争对手，出卖公司机密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以为你对我就算有意见，但至少会以东阳的利益为先。我没想到你这么糊涂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是东阳副董事长的身份？既然你都抓到把柄了，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。正好把我扳倒了，你在东阳就再也没有反对者了。这件事我不会对外公开，别误会，你姓韩，让外人看我们自家的笑话，我做不出来。还有，我只需要用一些利益交换，就能从你盟友长河手里把星辰完完整整的给拿回来。姐，外人靠不住的。未来是要跟我合作，还是各走各的？又或是要继续斗，你来选。至于你手里的东医股份，尽快给我。说真的，我挺佩服你的，为了赢，连你自己心爱的女人都可以利用牵扯，一般人做不到。如果这件事情都过去了，季星还会像没事人一样在你身边？除非是对你没心了。我倒是好奇了，你是希望他走呢，还是留呢？大黄不肯跟我走，好好照顾他。Thank you.
哎呀，阿行呀，你这个护肤品都没拿。哎，明天就过年了，你回家好好休息啊，什么事儿都别想。嗯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想一件事儿，就是过年。嗯，不是，那你这装这么多东西，你不会过完年不回来了吧？你想什么呢？对对对，阿姨之前一直想要的化妆品没准。明天早上车叫好了吗？叫好了，放心吧。嗯，拎包就走。嗯，你呢？打算怎么过呀？今年？哎，自己一个人，自在一点。那我们今年过年还要视频啊？必须的。哎呀，先行，扣上吧。啊，真能干呐，我们。韩婷，大过年的游艇开那么猛，你是要我的命啊？是你自己不行。哎，你别人身攻击啊，我可是好心陪你散心的。哎，我听小萌说你今年本来要跟季星回家过年的。哎，你别那么严肃，情侣之间闹矛盾那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呀，也别着急，你就先让季仙回家好好静一静，然后等他过两天回来了，你再好好哄他嘛。夫妻之间床头吵床尾和。你觉得他会回心转意吗？那必须的呀，他那么喜欢你是吧。那再说了，他跟你在一起啊，别说瀚海星辰了，就连冬夜，未来都是他的，他会明白的。